欢迎各位再次收看《互不期待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08期的节目。有一段时间呢，没有跟大家做《怪兽狂小李》的小改造作品。那今天的话，抽一点时间跟大家做它的这一款分享。那它呢是来自于，就是也是东宝的怪兽系列啊。这个是，可能你看不太出来啊。这个配色呢是拿了之前这一款 Six Gun，然后把它改造成那个。Jet Jaga，这是这个哥吉拉系列里头的一个机器人啊。我是一直觉得这个机器人造型很猥琐了哈。那基本上呢，这一款的话只有做一些改色的一个致敬而已，并没有做其他的一个修正。那比较有趣的呢，只是这三个家伙，它呢是拿了那个围城系列啊第一波的这个飞轮呢，稍微做一个改造的。当然，它还用了其他玩具的配件啊。我们一个个来看好了，首先。它是一个地面作战，或者不对，应该说是说一个战斗小队。如果你经常看这个哥吉拉电影的话，经常会有一些地球防卫军啊，那总是有一些就是明知道没有用，但是还是要上场拖时间的这些戏的这个攻击的这个桥段。那像这个是一个坦克车，那原则上的这个部分呢，只是做一个改色啊。那涂装的话，大家就不要特别去在意啊，这个并非是小李的强项了啊，这个。双地面坦克，那这一款的话呢，就做了一个尾巴，因为呢，这三个家伙呢可以合体成机械哥吉拉。那这个尾巴的话呢，应该是用了，应该是领袖之证吧？领袖之证时期有一个 Deluxe 等级的一个玩具。它这个手臂的话呢，也做了一个小小的改造，原本机器人手的话收进来之后呢，它另外再加上这个手掌，这个手掌呢应该是 RID 系列的这个钢索的一个手掌啊。然后呢，这个车子啊，这个有点梗啊。这里是一个，其实你这样看啊，这是一个龙形的一个头，但是它平常是一个车辆那个形态啊，它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小动作、小摆饰。这个也是拿围城系列的一些小型玩具下去做一个修改的。那我是觉得呢，组合起来的话还蛮有意思的啊。我们就直接来给它做一个变形好了啊。首先的话呢，这一个人形的这个小车子的话呢，这个地方做个简单的小变形就可以了啊。那这里先到这边，摆到这就行了。再来的话呢，把这个家伙的这个坦克的变形呢，跟原本的一个飞轮的变形呢是完全一样的啊，就照样的一个变形方式就可以了啊。将它给翻折出来，这边这部分呢并没有做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改变啊。好，到这边这个，那这个其实变化都不大啊，基本上还是。依着原先的这个玩具的一个套路下去变的啊，变化并不大啊，但是就是因为变化不大呢，它才有意思啊，才特别的好玩，特别的有趣，对不对？这个手臂的话一样翻出来，这里把这一块部件的话呢给翻出来啊，待会要做一个简单的合并。那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原本的这个胸前的这一块飞机头跟这里呢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并扣上。那机器人的头已经拔掉了啊，拔掉了啊，为什么要拔掉呢？因为待会会跟那个龙头呢做一个结合。手的话呢，就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暴龙的一个手臂啊，这腰侧这两块呢一样的，正常的呢把它给恢复到中间，然后这一块这里个洞，就跟这块部件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并，将它给推上去做一个组合。好哦，扣上了。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记得把这个手臂啊转回来，然后呢这个身体的话是往前倾一点点。那我们接下来就这个地方的一个组合了啊，非常的简单了。你看到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凸，这里有个凸，就是扣上后面这里，扣上去，然后呢，再把这个龙头这个部分呢一样扣上来啊。好的，这个我们的这一款机械哥吉拉的一个变形呢，就算完成了啊。哎，是不是觉得还有点意思啊？然后这个部件我不翻错了，应该是翻成这样啊。然后这两个机械的手臂是往上面抬，保持这个形象。OK，有没有龙头是比例是小了点，但是还真的是有模有样，对不对？那这两个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武器就直接的背在一个背上，我们的一个机械哥吉拉就完成了啊。那它的可动的话呢，先讲一下这个龙头吧，因为是新改造的一个部件啊，一样是可以张开的。然后手啊什么的，就跟原本的一个飞轮的一个可动都是一样啊。那这个有趣的是什么呢？它这个杰洛Jaga 的话呢，它还是这两个家伙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合体的了啊。那这也是它非常有趣的一个小设计，我们一样就把它给拆开，
这个玩法的话跟原本的那个官方的玩法都是一样的啊。这个记得是把它给这里把它给翻出来，怎么翻法啊，这里啊，把它给翻出来。它的一个，我们先从这个开始好了。它的一个小李的一个思路呢，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啊。把这个地方呢给放下去，你一定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你居然是放这个样子，但其实它真的是有它的一个 idea 在里头啊。它是这样的，故意的啊。你看到没有？它这个地方比较低，它一定会，到时候它这个你一定会往前倾，对不对？到时候会造就出它的这个身体一定会往前倾，它这个角度就是设立成这样子，然后呢？后面的这一些兵器啊什么的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并啊，这里扣上去，然后这个洞放到这个洞里头去，这样子。另外一侧啊也是一样的，到这边扣上，然后呢原本的这两个兵器的话我们将它给卸下来，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呢给装上，就变成了一个更加巨大的武器在一个肩上，而且呢它还不怕重量的话呢，是绝对是不怕负荷不了。为什么？它前脚掌跟后脚掌的一个尺寸呢都非常的大，这个的话呢可以再扣上去，这样背上的火力就更强大了，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呢还不够啊，依照它的一个 take 给我的这个照片的话呢，是还可以这个还可以再组合成一把更大的一个枪啊，这里是有个凸啊。然后呢是可以把这个应该是翻成这样，然后呢我记得它是怎么个扣法啊，好像是这样子吧，我想一下它是怎么个扣法，我真的要想一下啊，这个凸啊什么来着啊，不管了，反正就是这样子吧。推下来还是怎么样啊 ？OK， 我记得它是有一个啊，在这里啊。反了，这个啊是装这样的。好，是就如此这一般吧。然后这个凸要把它给拔出来啊，我记得是。这样，其实这个没有一定的一个规，没有一定的规范了啊，没有一定的规范，主要就是这个地方要结合，然后这个凸要翻出来，然后可以变成一个类似于是一个手炮的一个感觉啊。那这个，哎 ，anyway， 反正就是在整个负重上面的话，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看，它完全不会往前倒，完全不会往前倒，而且这个手啊什么的，你继续再多放一点都没有关系。它这个理论上是就是类似一个。怪兽的一个形态，好吧。那今天的话呢就是这样看一看还真的是蛮魁梧一只的，对不对？那各位如果说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涂装的能力啊，或者是有更好的一个改造方法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去试着看看啊。这是等于是说呢就跟大家分享出一个基本的一个 idea 给大家。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